师，也是 BioLife 的总经理，叫梅耀。梅姨你好，我很年轻，很漂亮哦。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梅营养师。今天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 INH 一系列的产品。那首先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牛樟汁 GF Antelodia。那这牛樟汁是从台湾进口的，因为牛樟汁就是台湾特别推荐的这个牛樟汁之一。而牛樟汁它的特别功能呢，就是在保护肝脏啊，尤其是喜欢熬夜觉得很疲倦的 ，OK， 没有什么精神的人呢，都可以特别补充这个补充剂啊，牛樟汁。再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 Precision PV Probiotic 再加 Prebiotic。OK， 那么这个呢，它是专门调节我们肠道系统的微生菌，调好了肠道的这个微生菌呢，你的免疫系统呢自然也会上升，便秘的问题呢也可以解决。所以这个呢是适合大人、小孩和老年人都非常适合。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哺乳汁牛奶抗体粉，那这个哺乳汁抗体粉呢，它里面添加的是哺乳汁的这个成分，它其实它就是像是灵芝的一个品种，但是这个是特别是只有在马来西亚的品种，叫做哺乳汁，特别的就是保护在肺部长期的咳嗽啊。鼻子敏感呼吸有问题的敏感的，它都能够特别的抗体以及抑制的方面。哺乳汁呢，我们是加在这个抗体奶粉在奶粉的方面，所以你可以每一天早上泡一杯，就当作是一个代餐来服用，所以是不管是大人小孩或者是老年人都可以服用。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一个 Propolis 呢就是蜂胶，而且呢，我们这个已经是有拿到了 MAL 认证，而这个 MAL 的号码呢，你可以在网上 NPRA 的网站可以查询得到。我们这支产品已经注册了这个名字，所以要特别知道的是，我们是注册的是 Propolis 是蜂胶这个成分，并不是 Honey。而且呢，我们的是 Brazil 是来自巴西利蜂胶，因为巴西利蜂胶它有特别的这个 Atropine C 的成分，这个免疫系统是非常的好。OK， 而且它的服用方式呢是非常简单，而且它又很小瓶，任何时刻你都可以只是滴一滴在嘴巴或者滴在矿泉水这样服用就可以了。最后呢就是我们的 Plus C 1000，每一包的 serving 都会有1000mg 1000毫升的维生素 C， 这1000的维生素 C 呢足够达到一包就能够维持在我们的体内在24小时，因为我们都知道维生素 C 呢其实只要我们服用了这个水，它就很快的会在几个小时内就会代谢，就会排掉。所以一天呢，只是需要服用一包呢，就能够达到很棒的这个效果了。